早上好，我是瑞民。二零一四年大马杯足球决赛本周六在五级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引爆。为了避免再引起球迷抢票的闹剧，就算大马足种将部分的票放在网上售卖，还是阻止不了传统售票引发的骚乱。 彭亨州大马鲁体育场售票柜台昨天开售，球迷疯狂抢购，过程中出现骚乱，球迷互相推撞，场面失控，有人晕线，有人被踩跌倒而受伤。这场决赛是由卫冕冠军彭亨队和马超联赛霸主柔佛达鲁达格队硬碰硬的巅峰对决，赛事看头十足。 为了安全考量下，下体育场虽然能容纳十万人，但大马主总决定只出售九万张门票。双方球迷各自获得四万张门票，还有一万张开放给网上订购，但网站一度出现瘫痪，半天内就被抢光了。百格时事要提醒您，本周六除了这一场赛事外，五级加里尔体育场还有另外两场活动，届时请您提早出门或者避开体育场的相关路线，以免塞在车龙中动弹不得。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革实事》。